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吧。我又回来了，现在是下午，下午2点吧，2点算是下午还是中午？我这个应该算是中午吧，下午吧。OK，所以这个视频里我该讨论什么？也许我不太知道。可是。我上次的视频，就是我上传以后就发现，哦，麦克风太不行吧，就，所以现在我很后悔吧，就很遗憾我没有拍视频之前看我的麦克风怎么样，那个质量怎么样，OK。也许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一些我的学习材料这些课本吧，这不是课本，这些小说，OK，有这个是女巫，其实那个应该知道吧，也上面在我后面就是那个 YouTube 吧，OK，应该是OK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如既往需要调整一下，OK，这些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没有，我有很多弹窗吧，邮到，为什么没有那个邮到了？那个 icon 呢？OK，算。女巫，那你的耶，女巫，就巫师的巫，女巫，那是。我给你听听。女巫，OK，也许我可以给你读一读吧，也许你先可以先看，就是我这样，我怎么说，笔记标记，我的那个小说里，我。就我学习四季的内容的时候，开始学习是哪本书？这是我第一个小说，这是儿童小说，而且是从英语翻译成中文吧。可是这是我第一个吧？这是玛蒂尔达，那本书。如果你。即将学完四季的内容，我可以建议阅读这些书。就是读完以后，一是你的那个阅读的速度是很快，就是你的速度，你的阅读能力就也是提高了很多吧，会提高很多。会大幅度提高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就是 OK，因为这本书有250多页，所以就你读完以后，你真的会有那个成就感，就这样的成就感就让你很有动力，就哇，我真的获得这个具体的成功，所以我可以，我这这我真的推荐你们读这样的书，而且到我现在的水平，我不用，我
我读四级内容的时候，我需要写很多笔记，看得到吗？也许我可以放大我的那个这个吧，我的头像吧。OK，就那样吧，现在可以看，就那样吧。如果我不知道拼音，我加拼音；如果我不知道英语的意思，我也加。写下来那个，英语的意思。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些都不用吧，都不需要吧。也许有的，有的需要吧。OK，这些小说就是儿童，不是儿童，也许年轻小孩子那样的吧，那样的水平，所以比较简单，而且因为那个情节是比较，我怎么说，是比较西方化的，所以你可也许你会更容易理解它的内容。一个故事，也许我可以给你读一遍，读一部分吧。哎呦，我不读书，我把自己放在哪儿？放那儿吧，或者放那边，那个比较好。无论我放哪儿都，我怎么说，登录吧。OK。所以，这个小说还可以吧，《玛蒂尔达》，还有《女巫》。OK，我给你读一部分吧。OK，就这样，一个小读者，一个小读者，做爸爸妈妈的。有一件事情很滑稽，其实他们的孩子是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讨厌的小脓包，他们仍旧认为他或者他就是男的他女的他或者他很了不起，有些爸爸妈妈还要更进一步。他们爱孩子爱到的那么盲目的地步，竟认定他们的孩子，天生就是天才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没有，没什么不对的，没什么不对的。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对的。实际上的事情就是，这样的，当爸爸妈妈们，当着我们的面，吹嘘起他们，那令人讨厌的孩子如何才华横溢时。才华横溢时，他们就会忍不住要叫出来，快给我拿个盆子，no，快给我，快给我们拿个盆来，我们要吐了，就是爸爸妈妈们就喜欢，说他们的孩子，独一无二的就非常厉害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就是很让人讨厌吧。学校老师由于不得不听自鸣得意的爸爸妈妈们这种蠢话而苦不堪言。但是，到了学期结束，呃结
结束写报告单，写报告单时，他们通常可以得到半场。如果我是老师，我准会把这些一位受爸爸妈妈们溺爱的孩子，痛痛快快的挖苦一通。你们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，我会写到，完全是个废物，完全是个废物。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是自己开店的，可以让他进去混混日子，因为。他不管到哪里，都绝对找不到工作的。如果那天我正好诗情勃发，这是少见的，这是在中文中是少见的词。我还可能这么写，谁说？虽说稀奇，却是事实。蚱蜢在腹部两边，还有听觉器官，而你们的儿，你们的女儿凡妮萨，从她本学期的学习成绩看，她连听觉器官。都没有，他没有耳朵。我现在还会更深地钻到生物学里去学，去说，周期性的产生，是幼虫在。地下，在地底下过6年，会成为一只接受阳光和空气的自由生物。以后，顶多，只活6天。你们的儿子维亚弗雷德，像一条幼虫在，本校已经度过了6年。而我们还在等着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脱离重茧。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小姑娘可以让我会这么说，费奥娜，像一座冰山那样，晶亮好看。但是和冰山不同，在表面下，他绝对一无所有。在学期结束，为我班那些淘气精写报告单时，我想，我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，但是，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吧，我们得继续讲故事。有时候也会碰到截然相反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对自己的子女漠不关心。这种父母比那些溺爱孩子的爸爸妈妈还要糟糕得多。OK，沃姆乌德，这是 wormwood，沃姆沃德，沃姆无德，沃姆无德，先生和太太就是这样一对夫妻，父母，他们有个儿子叫迈克尔，有个女儿叫玛蒂尔达。他们简直是把这个玛蒂尔达看作是
伤口愈合时，no，也这是不经常遇到的词。伤口愈合时结的痂，就是有就是身体上的那个伤口，就噗，就是叫什么愈合以后留下的那个痂，这个也、OK。家这玩意儿，你只好先留着，时候一至，no，时候一到，你就可以把它剥下来扔掉。沃姆伍德先生和太太就等着这个时候的到来，好把他们这个小女儿像家那样剥下来扔掉。最好扔到另一个国家去，甚至扔得更远一点。爸爸妈妈们把平凡的孩子看作家伙或脚下的鸡眼皮呢？脚上的鸡眼皮，这个我不知道。鸡眼皮，鸡眼皮，哦，鸡眼皮，OK，鸡眼是框啊，就是脚下的框，哦，OK，不是和鸡有关系的吧？这本来就够糟的了，但那个孩子要是不平凡，我的意思是，又聪明伶俐，又才华横溢，那就更是糟商家糟。玛蒂尔达正是，既聪明伶俐又才华横溢。主要是才华横溢。他的脑子是那么灵，学东西是那么快。他的才能即使对于最愚蠢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，沃姆伍德先生和太太这一对，对于愚昧的夫妇，只局限在他们自己无聊的渺小的世界里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女儿的不平凡之处。说实在的，我怀疑她万一断了一条腿。爬回家，他们也不会注意到的，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不行吧？OK，是玛蒂尔达的哥哥迈克尔，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，可是他的这个妹妹。正如我说的，有一些事情会让你目瞪口呆。1岁1岁半，他就完全能读会道，懂得的词汇和大人一样大，一样多。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称赞他。却说他是个叽叽嘎嘎的多嘴丫头，多嘴丫头，还狠狠地告诉他，小姑娘那应该是看得见人而听不到声音的，看得见人而听不到声音的。3岁时，玛蒂尔的。已经自己学会阅读，家里的报纸、杂志了。到4岁，他已经读得又快又流利的。
自然开始渴望读书了。但在这个有知识的家庭里，仅有的一本书就是他妈妈的简易食谱。等到他把这本书从头到尾，读到滚瓜烂熟，背出了书中所有的菜谱以后，他决定要读些更有趣的东西。爸爸，好，他说，你看你能给我买一本书吗？买本书，他说。你要一本荒唐的书干嘛？拿来读啊，爸爸。天哪，电视机还不够。我们有一个漂亮的12英寸电视机。你却要我买一本书？你给。宠坏了，你给宠坏了，我的小丫头。除了星期六、星期日，玛蒂尔达，几乎天天一个人给丢在家里。她的哥哥比她大5岁，去上学。她的爸爸去办公，她的妈妈到。8英里以外的城里去玩 bingo，就是 bingo。他的爸爸去办哦，我这个说了沃姆伍德太太迷上了 bingo，一个星期要去玩5个下午。爸爸拒绝给玛蒂尔达买书的那天。他下午一个人去了村里的公共图书馆，到了那里，他找图书馆管理员贝尔普斯太太，问他能不能坐一会儿读本书。贝尔普斯太太看到这么小一个女孩，没有爸爸妈妈陪着就来了，不禁有点吃惊。不过，他说，很欢迎他，到图书馆来。请问儿童书在哪里？玛蒂尔达问他。在那边，矮的书架上。菲尔普斯太太告诉他，要我帮你找一本好看的图画书吗？不要，谢谢您。玛蒂尔达说：“我想我自己能找到。”从此，每天下午，妈妈一去玩 bingo，玛蒂尔达就到图书馆去。路上只要走10分钟，因此，她足足有2个小时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舒服的角落里。一本又一本的埋头读书，直到他把那里的儿童书一本本读完，又开始走来走去找别的书。菲尔普斯太太几个星期来一直着迷地注意着玛丽尔达。这时，他从写字桌旁边。站起来，走到玛蒂尔达身边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呢？玛蒂尔达，他问道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读什么好。玛蒂尔达说。所有的儿童书我都读完了。你是说，你把图画书都看完了？是的。不过，我同时把书里的字也读完了。高大的菲尔普斯太太，
低下头来看着玛蒂尔达，玛蒂尔达也仰起头来，回望着他。哦，有图片就这样吧。我觉得有一些书写得很差劲。玛蒂尔达说：“但有些书很好看，我最喜欢《秘密花园》，它充满了秘密，锁着的门后面，的那个房间的秘密，还有大墙后面那个花园的秘密。”菲尔普斯太太大吃一惊：“你到底几岁了？” 玛蒂尔达，他问他，4岁零3个月。玛蒂尔达，答道。菲尔普斯太太，更吃惊了，但他理智的没有流露出来。你接下来想读什么书呢？他问道。玛蒂尔达说。我想读一本真正好的大人书，一本有名的。我什么书名也不知道。菲尔普斯太太顺着书架看过去，她不知道抽哪一本书。她在心里问自己，怎么给一个4岁女孩挑选一本出名的大人书呢？他起身想抽出一本少女小说，写给15岁的女学生看的，但他想了想，却本能的离开了那个放这类书的书架。试试这一本吧，他最后说。这本书非常出名，也非常好。如果你觉得太长，就告诉我，我可以找本短点儿的，短点儿也浅点儿的。远大前程，玛蒂尔达念道。查尔斯·狄更斯。住，我很高兴读读看。菲尔普斯太太心里说：“你一定疯了，我一定疯了。”但是他对玛蒂亚达说：“当然你可以读读看。”接下来几个下午，菲尔普斯太太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。这个小女孩，她坐在房间远远里头的一张大扶手椅上，膝上放着那本书，读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，她得把书放在膝盖上，因为她拿起来读太沉了。这也就是说，他得把身体伸出来，读这本书，真是看着都稀奇。这个黑头发小家伙坐在那里，两只小脚连地板也碰不到，完全沉浸在这是名字吧？皮普哈维沙姆啊，皮普哈维什姆，小姐的奇妙故事和她那壮挂满蜘蛛网的房子里，被伟大的讲故事能手，
OK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个汉字，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应该是比如狄更斯这样吧，或者狄更斯，是这个吧？狄，耶，这是他的名字，狄更斯。拿手狄更斯用他那些字句之成的魔力所迷住，这位小读者的唯一动作，就是不时举起手来翻页。菲尔普斯太太总是感到很抱歉，很抱歉，时间到了。他不得不走过去，对他说：“已经是4:50了，玛蒂尔达。”在玛蒂尔达的第一个星期来看书时，菲尔普斯太太曾经问过他：“你妈妈每天送你到这里来，然后又来接你回家吗？”我妈妈。每天，下午去埃尔斯伯里玩冰哥。玛蒂亚达回答说：“他不知道我上这里来。”这可是不对的。菲尔普斯太太说：“我想你最好先问问他。你还是不问，我还是不问的好，我还是不问的好。”你这个语法结构，也许我不太熟悉吧。玛蒂尔达说：“我不要，他不要我读书，我爸爸也不要。那么他们要你每天下午在空房子里做什么呢？就是在周围闲逛和看电视。我明白了。”我做什么？我妈妈一点儿不也不管。玛蒂尔达有点难过的说：“菲尔普斯太太担心这孩子在村里车辆相当多的大街上，走和过马路的安全。但他决定不去管这件事。”一个星期，玛蒂尔达就把远大前墙看完了。这本书的这个版本足有411页。我喜欢这本书。他对菲尔普斯太太说：“这位狄更斯先生还写过这么别什么别的书吗？”他写的书多了，吃惊的菲尔普斯太太说：“要我给你挑一本呢？”接下来的6个月，在菲尔普斯太太关注和惊讶的目光中，玛蒂尔达一共读了下列这些书，OK，很多，他们就是写了很多书。啪啪啪啪啪，那么多书，很多有名的书，这是我读完了，这一章，这是一份惊人的书目，菲尔普斯太太充满了惊奇和兴奋，但这也许是件好事。他没有让自己被这件事完全冲昏头脑，换成别人几乎都会被这小家伙所做到的事赢得大嚷大叫，把这新闻传遍全村，甚至传到村外去的。可菲尔普斯太太没有这样。她是一位关心自己的工作的人，而且早就发现了一个道理。
而不要去干预别人家的孩子。海明威先生说了许多我不明白的话，玛蒂尔达对他说，特别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事情。但是我还是喜欢他的书，他说的就像我正好在场，看到整件事情的经过。一个好作家总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，菲尔普斯大大太太说。那些不明白的地方，你不必去管它，你就坐着让那些字句在你头脑里荡漾，像听音乐一样，像听音乐一样。我就这么办，我一定这么办。你知道吗？菲尔普斯太太说，像我们这样的公共图书馆，书也可以借回家去看的。我不知道，玛蒂尔达说。那我可以借吗？当然可以，菲尔普斯太太说。你选定了要借的书，就来告诉我好了。我记下来，你可以借回去2星期。如果你希望多借，还可以借不止一本。从此以后，玛蒂尔达一星期只去一次图书馆借新书，还旧书。他自己的小卧室现在成了他的读书室。大部分下午时间，他坐在里面读书，旁边常常放着一杯巧克力。他还不够高，够不到厨房里的东西，但是他的外屋有一个小箱子，是他搬进去放在那里的，这样他要么就可以在里面拿什么，他通常做热巧克力喝，先把牛奶倒进锅里，放在炉子上煮热，然后加上可可，有时候他冲牛肉汁和阿华田 Everything。下午家里没有人，把一杯热饮料拿到自己的卧室里，放在身边，在静悄悄的卧室里坐着读书。这实在再愉快不过了，书把他带进新的天地，向他介绍着激动人心的生活，使人惊喜的人物，他也叶斯夫，哎呦，他和叶斯夫康拉德一起榨汁。老师船去航行，他和是欧欧纳斯特海明威一起去非洲，和拉迪亚德吉普林，我忘了。一起去印度，他人在英国乡村的小房间里，心却在周游世界。我真的喜欢这个句子吧。他人在英国乡村的小房间里，心却在周游世界。你明白吗？就是他读书的时候，我这么说，深入他的想象中，
在那个树里面的内容，不是树里面的情景，它可以探索吧，就是通过读书探索那个环境，就是，我真的喜欢这个句子吧。我真的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本书，我遇到这个句子就觉得哦，很是狡猾吧，不是很不知道巧妙，巧妙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把那个句子写在我白本上，我认为很有意思吧。卡人坐在英国乡村的小房间里，心却在周游世界，真好听。OK，我说了多少时间了？40分钟。所以OK，也许我这只是我的建议吧。就是如果你快读完四季的内容，这本书应该适合你。我每学完四季那个内容，那时候这是我第一本书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兴奋吧，我变得很比较自信吧，OK，我读完这本书以后，我第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吧，《女巫》，是难度不相上下吧，差不多，他们虽然是孩子的书，但是，你看可以享受阅读的过程，不是总是需要费力，你可以休闲的享受读书，第一本我读过的大人不翻译的那本书，就是这世界劝你无可，就叫这个吧。OK，因为我住在北京，我可以随时去图书馆看书，在图书馆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建议吧。如果你住在中国，你应该去图书馆，这里你可以浏览很多书吧。我在图书馆那个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我就拿，我怎么说？挑起一些我怎么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那些书，我翻开一些就看几个句子就判断哦，OK，我能够读懂这本书呢，我认为这样可以吧。OK，我挑选几本书，然后我坐在图书馆里桌子上，我就看就比一比那本书，比我最喜欢，然后我就借那本书，我可以给你看看吧，有那个卡，也许我不能给你，我不想泄露我的信息，但是就是这样，我这样图书馆卡，就是这样。我需要挡住这个吧？那样，这些图书馆卡很方便。在任何图书馆，在任何北京的图书馆，我可以借书，也可以还书，而且在北京的很多地方有是那个自动的图书馆，就是，在那这他们就是机器吧，北京自动图书馆，
是这种自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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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书馆。在这些图书馆里，你可以，这他们是机器，所以你可以，在任何小，任何钟头，那不是钟头，任何时间就借书还书，而且假如我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离这里很远的地方，比如我住在通州，就比如我去海淀区，也许我需要花一个半小时到那里，如果我在哪里的那个是国家图书馆借书，我不用把那本书回到那个国家图书馆，我可以找到这些自助图书馆，还书，这里我可以就是走路就到了。其实我也应该多去图书馆吧，中国的图书馆也有报纸，报纸，你可以在图书馆里看报纸，你不用买，不用浪费纸，而且在通州很难买报纸，所以就这样吧。我真的喜欢这些自助图书馆。就是这样吧，就有点像那个 vending machine，但是你用那个机器就借书啊，就这样吧。你看那个人吧，他看起来是在还书。你读完或者就是不要一本书就放在那个抽屉里边吧。这样还书很方便，再方便不过了，别提多方便了，方便得多，方便得要命，不好意思，而且如果你在你发现天气晴朗，我想出去吧。也许你可以去公园，在公园里休息。在这些自助图书馆，你可以借一本书在图书馆读，就这样吧。而且在回家的路上，你可以还书，很方便。而且我喜欢那个机器，就是你不用和人打交道。我觉得可以的。来北京，我自助借还，可以的。我认为别的城市应该去模仿和也采用这个方法，那个图书馆的方法。就是我一张卡就足以就是全北京，我不用就是不就是无论是什么图书馆，无论是那个自助图书馆，我可以用我的那个图书馆卡图，OK，还有什么？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，网络里有什么，关于玛蒂尔达的评论吧。玛蒂尔，有点难写吧？不是那个，是那个词，但是不是那个，有那个电影吧？也许我看过，是这个吧？他们有中文的那个反馈吗？
放大一些，这行吗？可以了。小小的玛蒂达达尔达，5岁时就把大多数经典作家的作品读完了。不幸的是，这个聪明绝顶的小姑娘却遇到了世界上最庸俗势力，庸俗势力。我没有遇到过这个词，庸俗势力的爸爸妈妈和最恶毒是恶毒吗？恶毒，最恶毒的校长。不过，神奇女孩玛蒂尔达，自有对付这一切的办法。在和误读的特朗奇布特朗奇铺。特朗，no，特朗奇布，啊，这是特朗普，特朗奇布，特朗奇布尔，特朗奇布尔，校长是斗争的过程中，玛蒂尔达和善良的亨尼。亨尼小姐，亨尼小姐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故事引人入胜，高潮，这个汉字我不知道，迭起，迭起，直到直到悬念被一个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。结扣时，仍让人久久回味，久久回味。但是这就是那个，中文版的那个，玛蒂尔达。音乐剧，有音乐剧吗？这是那个 Tim Minchin 的什么？我记得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没有机会，伦敦音乐剧，OK，不要那个，中文怎么叫？怎么叫 book review？书评？OK，也许这个我可以的。哎呦，看一看他们的书评。这是书评吗？玛蒂尔达书评？OK，我看看这个书评。Roll Dahl，也就是前不久的动画片《了不起的狐狸先生》（Fantastic Mr. Fox） 的原作者，在他72岁的时候去版了《Matilda》。真的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其实，OK，这 让我惊讶吧。这本儿童小说和2天前介绍的《秘密花园》截然不同，这是截然不同，这是和什么截然不同吧？后者是块水果水果哦，后者是块水果蛋糕，前者是。是美，我不知道这个汉字吧？羌人的小辣椒。OK，故事不长，但写得极出色。这繁简得意，繁简得意吧？繁简得意，得意。
繁简得宜，笔触劳辣。这个人说的话我不明白。某些章节，简直是惊悚故事，惊悚故事。然而，笛子，却又是温情的。OK，这是谁写的？太复杂吧？好像他在写文章。真的有人写了那么多吧？耶，玛蒂尔达，迈克尔，亨尼小姐，是沃姆伍德先生和太太，先生和太太。布鲁斯，伯格特。是罗特布鲁，Bruce Bolter，阿曼达，斯里普，特朗齐布尔小姐，呜、哦，这是亨尼太太，亨尼小姐吧，亨尼小姐。真的让他们真的写的很长啊。又有一个比较合理长的那个竖屏啊，他们写的那么多吧。哦，这是别人写的吧？OK，童书是我生活的那个贫穷的村落里的奢侈品。我们童年是关于泥土，关于泥土、石子、泥土。你说泥土，泥土。树叶、泥土、稻田、泥土、玉米的，蝉鸣，实际上回想，起来真的很快乐。没有积木，没有积木，啊，积木我知道。没有塑料玩具，没有屏幕，我们也能欢快。欢快的玩耍，好像那也是童话中才会有的场景，像珍妮老师的红砖房子，只不过我们的领地一直是属于我们的，珍妮房子被恶毒的。哦，埃玛特兰博尔奇特，校长占有。是的，OK，也喜欢到这里吧。我想休息一下吧。我希望你享受我读的那本书吧。就是我建议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书，我就建议吧。就是我记得在中国非常便宜，不贵吧？也许我可以给你看看，京东的价钱，不是那个吧？京东，我更熟悉的是京东吧？玛蒂尔达，应该不贵吧？应该15块，如果我记得对，是15块左右。并不贵。5块，就是15。比如，在这个店铺吧。
价钱就是12什么，还有运费吧，也运费5块，所以一共不到18块，就是我认为很值得吧，或者你可以买所有的吧，给孩子读吧。OK，我们到这里吧，我想休息一下吧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